希望晚上的可能会有很特别的表演，让大家。我自己我是准备了两首中文歌，因为我想说挑战一下中文歌，然后一首快的，一首慢的。那快的部分会有舞蹈，那希望大家可以期待。那我第一首带来歌曲是比较快的歌曲，那应该说是两首都比较快，都是偏快的歌曲，因为就是我觉得最后一场决赛就是应该拿出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这样，所以呢希望观众也可以很期待。那我这次的比赛准备的话就是好好放松，好好享受这舞台，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还有我的歌的话就是蛮不同层面的我，两个感觉这样子。我是选择一首快歌跟一首慢歌，然后我希望在决赛的时候是以很欢乐的气氛来做一个 ending， 然后最后一首是慢歌，那当然也是拿我最擅长的曲风。嗯，谢谢。